反正一直以来都不是一个很会理财的人，然后把自己的财务其实规划得蛮糟的，一直都没有预算啊，没有计划啊，齁，经欧北开了，齁，然后参加这堂课之后，其实才发现原来圣经里面，齁，原来耶稣有教我们这么多关于理财的，齁，关于怎么去使用钱财的这个一些方法跟内容，齁，圣经里面光这本书里面谈到的就有耶稣就有2300多句的经句是跟理财有关系的，哦，这颇令人压抑的。说真的，如果说叫我去翻阅圣经啊，哦，叫我去翻阅圣经，然后去读圣经，我真的没看没三句就想打瞌睡了，而且也看不懂，因为它很多句子还有典故啦，还有故事啦，哦，这个延伸的非常的长，说真的也看不懂。啊，但是透过我们这样的小组聚会十次来去讨论这边，哎，慢慢的这些经句活生生的跳到你的生活里面来，哦，确实是蛮不可思议的，啊。我看到箴言22章7节的时候，户户管辖穷人，现在的是在主的仆人。当时很扎这句神的话，很扎我的心。我会觉得说，哎，我好发现我银行有贷款，那银行贷款，我其实我有能力来偿还，为什么我到现在还没有去偿还？然后我就想说，我要尽快的来把这一笔款项来还清楚。那里面又有一句说，哥林多书7章23节，神说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不要做人的仆人，我要做神的仆人，我不做人的仆人。所以我下定决心，就是要赶快把这些的贷款来清偿的，对，来快速的偿还。是这样子，我的分享到这里。Your word grows down.